老师，今天下午有五个会议，您刚回国，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？不必了。喂，姨父，听说李世国回来了？嗯，刚回来。姨父，你这次在国外出差，没人来接你。这是抱歉了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这次我从国外刚回来，正好也想去公司转转。好，姨父，等我回来再帮你接公司人。嗯，好。这。 公司既然决定调查他，我们就要认真对待，给公司一个交代。哎，董事长，您回来了。喂，这个干嘛？哦，这是我们成立的调查小组。调查小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董事长，接到公司发布的汇报，有部分领导不按公司规定，保安上前阻拦，竟然遭到老妈殴打。我们专门成立调查小组。 过去调查一下情况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是啊，董事长，办公室的保安部已经汇报过很多次了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正好我这次从国外回来也有什么事儿。这件事情我亲自去调查。啊？您亲自去调查？这样你安排下去，让分公司的保安带着双倍工资去休假。 您真的有亲自去调查？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。事儿我会打电话给你。您好，先生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 哎，我说你瞎呀！我儿子抄你这岗了。先生，公司有规定，任何质量必须。哎，我操！你新来的吧？啊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新来的？这他妈我你都不认识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的确不认识。第一天上班就这么拽？你他妈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谁，再来问我要证件。先生，请注意您拟定的，那么请问。 你是谁？你个臭保安，给我来劲了是吧？今天我他妈就让你知道我是谁！我就是人事部经理刘德飞，笑你的狗眼！信不信老师马上开除你？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开除，但只有我在这岗位一天，我就得履行我的职责。 哎，我说你这臭保安有完没完？太过分了！地主，你只是个保安，保安懂吗？不错，我只是个保安，知道就好。记着，以后见着老子。 老老实实的给老子开门，知不知道？还有，一会儿有人来应聘，报我的名字，就让他们进去，别他妈自找苦吃。喂，董事长。
去给我调查一下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安排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的剑？哟，我当是谁？在这闹狼和狗？原来是周一墨呀！这几年不见，怎么还会是老男人？哎，是你啊！哎哎哎，我远点，别弄脏我的车。这是你的车？我说你净说废话，这不是我男朋友的车，难道还是你的车吗？亲爱的，这谁呀？妈呀，是我前男友。哦，原来是条看门狗啊！我怎么样，好像跟你们没关系吧？倒是不会说话，你脑子闭嘴！就是，你看看自己的身边，别跑出去！我穷，至少可以说出实话。我得，我至少过得不好。还有老子原来是你的经纪人，你得拖我多少？不然你以为呢？这么多年还他妈是个破保安，幸好当初和你分的手，不然我他妈和西北风去。人不要脸真是天下无敌。哎，陈老，不许说了，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。我就说他不要脸怎么了？你去吧。他不要脸怎么了？你去吧！你什么？亲爱的，我没打疼吧？来，我给你吹吹。没事，亲爱的。你说你当年的品味怎么这么差？这种货色都看得上？你瞧瞧他这身穷酸样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别这么说嘛。毕竟啊，他是我前男友。哦，前男友啊，那咱们今天好整整他。知道他当初为什么离开你吗？就是因为你又丑又没用，还他妈是货宝啊！你恨什么恨？没钱还这种装？来来，看这什么车？看看。这个什么车？算了，这个穷逼！放手！啊！我就是穷，这个车我就是没坐过。不过我想问问你们，这个车从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我买来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上哪儿买的？哪儿买的？是要告诉你吗？你屁话怎么这么多？这老朋友是谁？说出来，他妈的吓死！哦，是吗？说出来听听。那你给我听好了，他呀就是同心集团分公司老大沈志宏大哥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他呀就是同心集团分公司老大沈志宏大哥。老实告诉你吧，这车只是公司的接待车，就连你呀都在他哥手底下混饭吃。你说他弟是沈冷峰？我弟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，就连你弟在我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你居然敢打我。我看你是被打傻了吧。啊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前男友的份上，我早就叫我男朋友开除你。瞪什么瞪？知道我今天是在干嘛的吗？我是在这公司任职的。好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财务经理，以后见到我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听到没有？财务部经理？凭什么？什么？就是我男朋友他弟，既然公司了。财务部经理？凭什么？什么？就是我男朋友他弟，既然公司老大。这次啊，也是沈冷峰安排的，他没这么大胆子。这种事儿还需要我弟出面吗？随便花点小钱解决了。这车也是你从你弟那儿开过来的，是不是关你屁事啊？屁话怎么这么多？
亲爱的，要不我们先进去吧，听他在这儿废什么话。开什么开？赶紧开门！进去啊！公司规定，任何车辆都必须证件登记。什么？我来我弟的公司还需要登记？不好意思，任何车辆没有登记都不得入内。不让我进去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这是公司规定，请配合。好，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朱德飞。拦车小保安怎么回事啊？拦着我不让我进去，一个小保安眼神比你还牛。什么？不要吧，别生气，你把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让你弟知道啊，我们谁也没有好果子吃。我现在在外面办点事儿，等我回去了才好好收拾他。那好吧，先登记，等你回来，咱们再慢慢收拾。小保安。咱俩的仇算是结上了。小保安，你告诉我的证件，看清楚了。小保安，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开除你。臭保安，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开除你。亲爱的，你走吗？喂，苏秘书，你马上到分公司来接我。哎，大飞，这里。哎，飞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坐坐。我给问事情，我给问事情。嗨，飞哥，您就放心吧，明天直接就可以来上班了。都行，放心吧，飞哥，您给我的钱呢、啊？就用不上，这上下关系都打挺好的，查不到你进得去。你看，弟那里不就骂我多没脸皮？我是人事部的经理啊，也当了好多年了。没关系，脾气比我还大。这个小五，明天我就给他开除了。行、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快，队长，你去吧。我办公室的格局是谁改的？是沈总改的。董事长，这是您让我调查的分公司人事部经理刘德飞的资料，您过目一下。董事长。沈总说您去国外了，这个地方空着也是空着。什么？十分钟以后准备公司会议，你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哎，听说董事长前几天从国外回来了。董事长啊，我们前几天还碰见他的。不吗？那董事长这次回来，这个会议会什么呀？董事长。
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今天会穿着这一身白？你安静一下，我今天刚从分公司回来，刚刚一天的保安。安静。公司成员不遵守公司规定，随意出入，甚至对保安进行辱骂和殴打。我请你们来管理公司，你们就是这样管理的吗？我请你们来管理公司，你们就是这样管理的吗？没人说话。董事长，公司这块是沈总在负责，生气人。那公司的接待车是谁在负责？董事长。停止查！董事长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公司的接待车现在在哪儿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啊！明天还要继续调查，我不希望沈冷风分公司收到任何消息。散会！董事长，沈总不说他明天回来。怎么又是你？我问车保啊，我没找你的茬，你倒是找我的茬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找你的茬，我只是履行公司规定。公司规定？公司什么规定啊？今天我女朋友第一天上班，你不要找不自在。看来老梁上位了，你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呀？你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呀？你怕是想多了吧？别跟我扯这些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财务经理。以后见到我女朋友，给老子老老实实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们这么私自安排公司重要职务，难道就不怕公司的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长，山高皇帝远，他知道个屁啊！看什么看，臭保安！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，你会怎么办？哎呦，你快打住吧！你这个鬼样子，你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他大爷！你就别他妈在这吹牛了！你要是董事长，老梁就去吃屎！你要是董事长，老梁就去吃屎！放聪明点，老老实实给我开门！亲爱的，你走吧。告诉我，什么叫聪明？把你脏车给我拉一块，车都给老子弄脏了，赶紧给我擦干净。我不擦，你能把我怎样？你他妈不想干是吧？趁现在老子还有一点耐心，跪在地上把老子鞋舔干净，要不然收拾东西滚蛋。让我滚蛋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滚蛋。臭保安，趁我们现在还有点耐心，老老实实跪在地上把我男朋友的鞋给我舔干净，我们呀就放了你。小轩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们有你们的背景，我有我的职责，请你们不要在这里狗眼看人低。我的职责是看好这座大门，不让你们这些人胡作非为。你怎么跟我里面说话呢？我就不信今天还治不了你。治我大门治死。行，我要是今天治不了你，我管你叫大爷。喂，你在哪里？赶紧把门口这个小保安给我开除了，要不然给我当了一辈子人事部经理吧。小保安，你有种你跟老子在这里等着。小保安，你有种你跟老子在这里等着。查
就在这里看花呀。经理，怎么回事？是刘经理叫我过来。看到没有？只要是这个臭保安，就是人事部的。怎么？我就是人事部的。经理今天心情不好，经理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不要搞痛快。等他忙完了，再来收拾。小小人事部，竟敢拉帮，私自买卖工作重要机密，我们同心集团怎么会有你们这些败类？什么？同心集团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在这里当个破保安，还真把这里当成你自己家了。还真把这里当成你自己家了，亲爱的，我们别理这个看门的，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董事长了。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。哎呦，我好怕哟，你他妈吓死我了。你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他大爷。你还董事长？我看呀，是白日梦做多了吧。做没做白日梦，待会儿知道了。你吓唬谁呢？你真当老娘是吓大的呀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打电话。干嘛呢吧你？吓唬谁呀？你们简直太猖狂了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在同心集团一个董事长，我弟弟的。在同心集团一个董事长，我弟弟的，我会后悔。可以，希望能继续我坚持的合作。你现在真比胜利的事啊。哎哎，徐明哥，哎，把保安部的队长给我叫过来，我今天要让他滚蛋。好的，徐明哥，我这就去。来，保安，我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？笑。亲爱的，你他妈废什么话？连保安队长来了，直接开除他。行吧。明哥，这怎么回事？阿豹，你来了。你看看你们保安部的人，拦着我不让我进公司。什么？你胆子暴小啊！辉哥的车你都敢拦？我有什么？什么？你胆子暴小啊！辉哥的车你都敢拿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公司明确规定，任何车辆出入都必须得有证件登记。你身为保安部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吗？嘿，还教训起我来了是吧？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真是没想到，公司在沈冷风的管理下，会腐败到这种程度。哎，我看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谁这么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你简直太过分了！过分？我过分怎么了？雷哥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？我给你办了！像这种扰乱公司秩序、不听公司安排的人，直接收拾东西，滚蛋！我扰乱公司秩序，我看你！给我闭嘴！让你说话了吗？谁他妈说话？你有资格插嘴？我告诉你！一个看门狗，下等人就要有下等人的觉悟。当保安就是狗吗？当保安就是下等人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身为保安队长，你是不是也是狗？嘴硬是吧？可以，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。今天我慢慢收拾你。辉哥，今天这个事儿交给我处理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。杨经理，这看门狗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交给我处理。小保安，轮到我们董事集团来当保安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！我今天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我怕的你，学三声主教，然后提出我们的改革，原谅你。老子今天就做主，放你一马。今天就做主，放你一马。对。来，给我学三声狗叫。第二，直接卷铺盖，滚蛋！混账！我同心集团怎么会出现你们这些败类？
哈哈哈哈哈！集团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刚才还说他是董事长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也不撒泡尿臭臭自己。哈哈哈哈！哦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。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同心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别他妈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看看你全身上下，哪里像董事长？我像不像董事长，这一点不需要担心。不过有一点，你们给我听清楚，我一定要铲除你们这些败类。你们给我听清楚了。你别他妈给我比拼，让你学狗叫，你叫还是不叫？比拼，让你学狗叫，你叫还是不叫？无知。你，这样我来说是大脚头了，马上去财务部，给我李东升，滚蛋！该滚蛋的。连我说你是智障是吧？告诉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你闹什么呢？不服气是吧？你刚才不是说让我们滚蛋吗？来，老子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滚蛋啊！好，现在就成全你，死给我！来，拿去！我们今天就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喂，周秘书，联系沈冷峰，半个小时以内，我要在分公司门口看到他。另外，联系保安部的兄弟，让他们马上带着人过来。哎，亲爱的，看他这都快体现了。杨保安，我告诉你，在同心集团，不管你认识谁，是龙给老子盘着，是虎给老子握着。我看你们不像公司员工。倒很像社会大哥，社不社会，那得看跟着谁。在同心集团，还没人能动得了我们。可以，那我们就试试。行，老子今天就陪你慢慢玩。刘大飞，你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好，有东西换了点事。哎，辉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是个破懒，拦着我不让我进去。辉哥，今天这事儿是我没安排好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就完了。我去你妈的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就完了。我去你妈的！老子不是告诉过你，报我的名字就让他们进去，你有没有把老子放在眼里？哎，飞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是我保安部的人交给我处理。立定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，枪手三。跟我看你他妈是吃错药了，哪里怎么了？陪你玩不玩？说话给我注意点，话给我注意点。小云梯，你拉郎听。喂，老弟。啊？发行。发商牌。了，刚才我老弟给我打电话说，董事长马上就到了，叫我们马上安排一下迎接仪式。这董事长不要过来，咱们赶紧安排一下吧。这样吧，好吧，这个小保安就交给你了，我们先进去了。明天董事长过来，出什么问题？啊？我看着。小马，大爷，我今天没时间陪你玩了，识相点，赶紧走！我为什么要走？我今天就是要在这里等着，和你算账。和我们算账？你他妈是个傻逼吧？告诉你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给我放干净！是谁？待会儿知道。跟我来劲了是吧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赶紧滚！你别耽误老子办正事。
老子跟你说了，赶紧滚，没听到吗？你，我操！老子今天不给你个脸色看看，你真当老子是输的？这个败类，我今天一定会让你后悔！赶紧滚！你们这是哪个戏班子的？听说他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他大爷。说什么？什么？注意，省人多欺负人少啊！你们也不看看咱身份，你要是动一下，让他坐得进来，看他出去。董事长，我看这小子是皮痒了，要不我跟他分手？你少他妈在这里废话！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有几个帮手就溜逼了，像你们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我见多了。漂亮小丑，你哪里来的底气？我哪里的底气？这是我的地盘。看你没搞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吧，你这个人渣。你没搞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吧，你这个人渣。小子，说话就说话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给我闭嘴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我看着你这个样子觉得恶心。你妈谁了？有种再给我说一遍试试。别在这里指指点点的。我说你这个小杂种，你爸没教过你怎么说话吗？要不要我来教教你？好，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飞哥，你怎么说的？好，觉得可能差不多了。来看看，董事长和我弟到了没有？阿宝，这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破房，怎么几个小流氓过来闹事儿？连我这个臭宝啊！说话给我注意！小子嘴巴太瘦了，要不我给他点颜色看看？算了，吃过的蚂蚱，不要，碰上没事。阿宝，这怎么办？啊，飞哥，这个小子刚才动手打了我。你去保安部叫几个兄弟过来，今天我要废了他们。好。这阿爸，董事长过来了，咱们把事情谈。那怎么办？那我再对你来一下了。对，先把他们打发了，省着吧，再慢慢收拾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放过他们。哥。今天我就先放过你们，以后不要落在我的手里，那吃不了兜着走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我今天过来就专门找你们算账的。看你就是个畜生，滚一边去！你是来这了是吧？今天答应我有事儿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你他妈跟我没完没了的，向天儿，赶紧滚！跟我没完没了的，向天儿，赶紧滚！让你说话注意点，你是想挨揍了吧？哎，我说你小子今天你什么脸？你还不知道这位是谁吧？竟敢如此放肆！他就是我们同心集团的董事长。我说小三，你在跟我讲笑话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。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今天有谁要过来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待会儿谁要过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记住你现在说话的态度。我希望待会儿还能这么嚣张。哎呀，你他妈吓死我了，当我刚出道的小白啊。你们几个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那董事长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把他们打发得了。我说你们几个别整那些有的没的，识相点儿，赶紧走。我说你们几个别整那些有的没的，识相点儿，赶紧走。你怕还是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吧？哇，什么状况？说你没完呢是吧？喂，快点快，上次那个保安没有走。
拉个熊电话，大几个人过来。什么？到了他的狗胆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安排。哎，辉哥，这现在也不行了，这董事长马上就要过来了啊，咱们得低调点。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辉哥，你先说点好话，实在不行，你再给他点钱，把他打发走，回头咱们再想办法。几年没回来，没想到公司多了这么多蛀虫。我不理。四娃娃，我劝你赶紧走，你也知道我们经理的脾气，人太回来了，你们想走也走不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说我们好心劝你，别他妈不知好歹。没有你们几个，听到没有？别喊扯了，事来了，麻烦了。那怎么办？对吗？老板，今天你不对的地方，你们不容易的。这样吧，我拿点钱出来，好吧？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吗？真够天真的。哎，我说你别跟我得寸进尺，有个台阶就赶紧下了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今天这个事儿不会轻易解决的。等沈振峰来了，我会亲自处理你们。伟哥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。这样吧，你去叫几个人过来，这里我先对付他们，先进去吧。是。干什么？这里我先对付他们，先进去吧。是。干什么？怎么？现在怕了？开始叫人了？哎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我会怕？听你说话，我真想揍你！小子，你不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吃？是啊，这小子实在是太猖狂了，我们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老子，不要在我面前装，等我的人来了，把你们几个全部丢出去！像你这种满嘴脏话、目中无人的东西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交流。你他妈以为你谁呀？装个逼，还一本正经！这种人真是无药可救，我看你还是没吃过亏吧。在这一块还没人敢给我吃亏。周秘书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沈冷风回来。他就是个欺软怕硬、狗仗人势的东西。小宝啊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注意吧，给我放干净点。对于你这种人，没必要留情面。哎，你跟我来劲了是吧？你想干嘛？告诉你，我现在火大着呢。哎呀，我怕你啊！看你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渣呀！什么？想动手啊？你再动我一下试试！就动你了？怎么了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妈呀，我有事，我教训你们几个了。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哪里来的底气？在这里。就有这个底气，希望你的底气一直这么足。放心吧，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大爷，我还忙着呢，你们爱在这里待着，待着吧。大爷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本来还想在公司会议的时候解决，不过我想那样太便宜。张秘书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。说话！哎，我说你们没完的是吧？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那你怎么了？你什么脸？我什么我？像你这种人，打你我那些脏的手，姐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的目中无人、满嘴脏话的狗东西！你们完蛋了！啊，还不服气啊！联系沈冷峰，问他还有多久到，说我在分公司门口等他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像你这种人，挨打都是活该。对，是我活该。你看过了今天，我怎么收拾你就完了。哎，是我活该。你看过了今天，我怎么收拾你就完了。真是没脑子，都到了现在了，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吗？差不多就得了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今天走还是不走？
送给他五分钟后就到。那我就再等他五分钟。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怎么出来了？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被刚刚那个小杀虫打了一顿。什么？打他丢的？哎，威哥，你赶紧给我叫几个人过来。喂，小伙伴。是。哎，行了，别闹了。刚才神州打电话过来说，小马上就要到了。哇，这一只手机，市场的怎么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哇，这一只手机，市场的怎么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给我开车啊！臭马，怎么还没走？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就在这里等沈冷风，问问他是怎么培养出你们这些败类的。你别让他一本见识。你找我们沈总，继续留在公司上班是吧？行，累了，明天你就过来上班吧。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你们聪明呢，还是该说你们愚蠢。臭宝啊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把我们逼急了，谁他妈也别想走。快快说话，不会说话就给老子闭嘴。哎，这哪来的小杂种啊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快快说话，不会说话就给老子闭嘴。你小杂种，怎么还没来够是吧？怎么人多是吧？阿宝，今天可是他们自找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成全他们。奇怪了，沈总，沈总，哎，老弟，你们都跑到分公司门口来干什么？董事长到了吗？啊，弟，董事长还没到呢。啊。这一大帮人都会在这儿干嘛？这几个保安被开除了，让他走他不走，在这里捣乱还不停招呼。啊？对呀，弟，就是这个破保安，这一个个跟疯狗一样，在这里大呼小叫的。这不闹吗？赶紧拿他走！待会董事长来了，去向他低头。冷冷风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哎，这臭保安！董事，怎么是您啊？你怎么穿着保安服啊？董事，怎么是您啊？你怎么穿着保安服啊？沈冷风，你可以啊！这些人渣就是你给我培养的公司骨干吗？董事长，你给我闭嘴！让你来管理公司，你就是这样管理的吗？今天要不是我来分公司调查，还不知道竟然能腐败成这个样子。沈冷风，我对你很失望。你们几个干什么？给我过来！知道，他真的是，喂，他就是我们这董事长，像你们的勾引。沈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废物，听着想上天的。够了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。够了。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董事长，都是我管理不当。沈冷风，对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对你的信任吗？公司骨干对公司员工进行数报殴打，纵容你哥哥私自买卖公司重要职务，这些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不知道。董事长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这些事情我真不知道啊。周秘书，把他带回集团，调查所有的贪污受贿情况，一天之内。我要知道所有的调查情况。好的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！这么多年没有功劳，有苦劳。不要再说了，清者自清。如果你没问题，调查也不会有结果；如果你有问题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还有你们几个，自求多福吧。我们走。董事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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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陈总，回集团接受调查。周秘书，老弟平时待你可不薄吧，这次你可得帮帮我呀。陈总，你还是老老实实接受调查吧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刚刚忍耐不都挺大的吗？现在怎么怂了？一群人渣。
你做了什么？啊！沈总，你说他董事长一天没事做，他扮什么保安啊？还有你，回头再收拾你们。十分钟以后，一次会议完成。好了，董事长。周哥，你看这事儿。打住吧，沈总。周哥，你看这事儿。打住吧，沈总。你也不要问我，我也是后面过去的。前面他们做了什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你也多做准备，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董事长很生气。嘿，那就这样吧。十分钟后会议时间，祝你好运。你们都做了什么？原原本本的给我说出来！怎么都哑巴了？说！沈总，这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就我们要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一点争执，这然后就来了。你叫什么？啊？叫什么？说啊！我说了。你叫什么？啊！叫什么？说啊！我说了，你倒是说啊！什么？你们他妈竟然动手了？他妈是猪啊！猪都比你们聪明，要你们一天低调低调点，一天非给老子找事的要你出来，生怕老子活不长啊！老弟，你闭嘴！谁他妈给你们的胆子啊？你没有上天啊？我他妈问你话呢？啊！姐，谁叫董事长？他已经没事，他扮什么保安呢？就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开完会，我好好收拾你们。走。哎，沈总，你出差回来了？出差回来了。大家快进来，都坐，都坐。你们几个在这里站着。董事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饶
饶了你们，简直可笑！你们必须得为你们犯下的错误买单。是的。怎么了？外面有人找你，说是你的老乡。老乡？那么，先把他带到办公室，稍后过来。好的，同志。真是。这些拉帮结派、破坏公司名声的人必须严惩。好的，董事长。从今天开始，沈冷风在我们公司的所有特权给我全部收回。这个公司调查结果啊。石头，石头，哎，石头，老弟，你没死吧？你没死吧？哎，老牛，怎么是你啊？家里怎么样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你吃饭了吗？这里人都很，就是刚刚下火车，还没吃饭呢。是啊，待会儿一会儿哥啊，去带你吃好吃的。还没有呢。是啊，你找我。兄弟，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小伙伴，今晚就吃饭，吃就很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安排。新招进来的产业，环境各方面都很不错。行，那就麻烦。哥，你好高胆啊！傻呀，哥带你去吃大餐，怎么办？我来了你的升班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的？来这儿当然是吃饭的呀。你们俩来这儿吃饭？对呀、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弟弟，你们两个是没有来错地方，我们这儿的消费就很高的。像你们这种保安、农民工，哼！保安怎么了？农民工怎么了？就不能来你这吃饭吗？我只是好心的提醒你们，免得到时候付不起账。这一点你就不需要担心了，吉祥厅带我们过去。这里走吧。
事，罗六，你就放心点吧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到底点不点菜呀、啊？点个菜都这么磨叽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我要叫你们菜。你莫哥，我也不会点，要不还是你点吧。反正来生你就是还是你点吧。要不你点吧。啊，我不会点了。你点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把你的杯子打烂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就一个杯子。服务员，你们先点菜，你去把这里打扫一下。行，杯子晚上的时候我可以给你。来，你先。你先打扫一下，先把饭推了。一个杯子而已，你就不让我们点菜了？菜而已。你们俩把水杯留在这么高的地方吧，知道一个杯子多少钱吗？行，那你说说，这杯子值多少钱？告诉你，你们俩的穿着，即便是告诉你们，你们能赔得起吗？哎，我说你，我们的穿着也有问题吧？还有，你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，应该有多少水平吧？那行啊，这杯子5000赔呀、啊？5000？谁给你们定的？怎么赔不起吗？开门做生意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吗？顾客？就你们这样子也配当我们顾客？能让你们进来，就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。我们这样怎么了？不然还给你洗洗工，不然你还有一点钱给拿去，不要看不上洗洗工。就这一点钱，你们现在是不给钱啊？老牛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交给我来处理。牛哥，他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先把钱收好。怎么拿都拿出来了还不想给啊？给我闭嘴。叫谁闭嘴？叫你闭嘴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。想见我经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是大头尿照顾我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跟我废什么话。选个猴物经理是吧？说不叫声。怎么啦？上面来了个土包子，不摔坏了杯子还不赔钱，还想打我？什么？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？走，我们上去说理去。太瞧不起人了。刚会处理吗？是谁呀、啊，经理啊？就你呀、啊，是吧？玉爽，是你？哎，我说你是谁呀、啊？哪来的臭保安？玉爽，你是你人叫的吗？爽姐，这人认识。认识我的人可多着呢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我都记得吧？就是啊。为啥你不记得了？我是周一墨，以前你读书的时候我还借过作业给你抄呢。周一墨呀，难怪那么眼熟，原来是你呀。可不就是我吗？这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。哟，还真认识啊，不会是哪个老相好的吧？啊，姐。说什么呢？
我是那种那么没有眼光的人吗？人吗？这是我的老同学，以前还是我们班的班长呢、啊。当年的班长学霸，混得还可以嘛，都当上保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错不错，不错，是合理的。这谁呀？你对象呀？不错嘛，一个保安，一个农民工。绝配呀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没说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说话？还用得着你来教吗？还有，现在魏爽可不是你能教的。搞清楚你的身份，别怪我们提醒你。真是士别三日，是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你现在。说话别拐弯抹角的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？当年成绩好又怎么样，班长学霸又如何，还不是一样被别人当狗使唤。当年同学一场，没想到现在竟然是如此模样。你少他妈给我废话，现在这个社会有权有钱才是大爷，像你这种保安就有做狗的觉悟，出身社会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没搞明白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嘿，我说你个小屁孩，你干嘛？我扛，管你屁事儿！我不想跟你扯这些没用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这里的顾客，你态度给我放端正点。顾客呀，哟，瞧我这记性，就这样。你吗？我就是这里的经理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呀。这里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太差了，刚才我们在这里点菜就不小心摔破了一个杯子，居然叫我们赔5000。那不好意思，他可能记错了，我们这儿10000。100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怎么还不起呀？赔不起你他妈的主见我的态度，让你赔10000，我都不给你面子。刚刚他跟我说赔5000吗？怎么变成10000呢？你在那里跟我废什么话？你看看你，穷酸样，穿的破破烂烂的，比你妈还要坏。我能让你在这里坐的，都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你还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。妈的破嘴！妈的破嘴！你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吗？哎呀！还用我来治你吗？我听好了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像你们这种没权没势的，也只有这个待遇。就是，自己什么身份，没点数吗？我们没权没势怎么了？就该被你们欺负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这里有你身份的份吗？温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再告诉你一遍。魏爽可不是你能叫的，现在老老实给我拿10000块钱出来，赶紧给我滚蛋。哎，保留。哥哥，我说你在跟我演戏呀、啊？啊，太欺负人了。我就欺负你了，怎么了？像你这种乡巴佬活该被我欺负。金柱集团的旗下产业都是这样的服务态度。哟，调查的还挺清楚的嘛，我看你俩是专门在我这儿来吃霸王餐的吧。简直可笑。我看挺像的，他这种穿着在我们这吃饭受不起。我看也是。周一墨，我劝你今天我乖乖的给我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来，不然你他妈的就别想走了。你今天我就给你找个一模一样的杯子，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喂，周秘书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拿一条黑水到我吃饭的地方来，记住了，要一模一样的。
装的还挺像嘛。我看你别的本事没有，装逼的本事还提升了不少啊。你这个农村人乡巴佬都他妈混成保安了，还给我提秘书。你知道秘书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就是农村的，怎么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农村人的辛勤劳动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，你有什么资格评判农民？你他妈的跟我在这里装什么清高，就评判他们怎么了？魏爽，同学一场，我劝你不要太嚣张。嚣张？嚣张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不嚣张啊，点儿也不嚣张呀。还有同学这两个字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说了，我嫌丢人。行，我也不想有你这样的同学。你们就等着吧。可以呀，等你的秘书是吧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演。等着吧。哎，我说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叫的人呢？告诉你，老人的时间可宝贵着呢。进来。你要个杯子。哎呦，还真给我演上了。哎，我说小子，这臭宝啊给了你多少钱？怎么说话的？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。还挺凶啊，想动手啊？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今天就动你了，怎么了？哎，我看你俩的戏演得差不多了吧，在我的地盘你俩跟我装什么装？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的吧。好吧，就算别吧。我今天倒要看看新竹街坊究竟多大的胆。去吧。你想这里的要是再不了，你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带人砸了他的店。我说你是演上瘾的是吧？还要砸我的店？那你去试试。好吧，去吧。好了，董事长。你要的杯子，这杯子是拿过来了，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简直无理取了，这杯子明明和你们酒店的一模一样。我们酒店的杯子是全部从法国统一进口的，你这个杯子顶多也是个地摊货。在这里我说了算。你简直欺人太甚。我就欺负你了怎么了？给我等着。姑娘，你坏了。金鹏哥，你看我买的杯子才5块钱。我说乡巴佬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这个杯子跟我们这个杯子是一个档次的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小瘪三，我怎么说话用得着你来教吗？怎么说，没必要用这种配方。去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。你以为你们是什么东西还想见我们老板？让你去你就去。你敢打我，你站住！你给我滚开！出去！董事长，需要我联系金州集团的负责人吗？先不急，我想先看看他们的领导层，正好我们和他们有一个合作，也好摸摸他们的底。董事长，这里的负责人我认识，是个挺不错的人，为人挺谦和的。是吗？那你们是以什么身份认识的？
董事长是好了，好了，我还没相信，能培养出这种管理人的人，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先回避一下，我倒想见识见识。好的，董事长，那我先回避一下。龙姐，你没事，你给我滚开，别盯着我！他妈的，打我，我要你们好看！飞哥，发生事了？你别提了，那个包间里面来了两个乡巴佬，打碎了杯子，不赔钱，还动手打我！你跟客人动手了？你是个猪啊！啊！你说了，同事最近有事儿。叫你给我低调点，低调点！不是，飞哥，是他们动手打我。行了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吗？啊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还愣着干嘛？走，跟我解决去。可是飞哥，我这巴掌就白挨了。我的人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动的。走。就是你们动手打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这儿的人。飞哥，动手的人不在这里，不过就是这个偷保安指使的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嘴巴怎么这么臭？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，对。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你们这里的服务员这么没有职业操守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就是你收拾他的理由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员工他轮不到你来评判。你的员工不把你亲戚。不过我想问，一个杯子摔碎了问我要一万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一万？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合理什么？你们这个杯子在外面多少钱一个？你心里清楚。你个臭保安，还没人是吧？你，哎，你不能动手啊！不过小宝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什么话，不可以随便说的。你真是可以啊，身为服务行业的负责人，你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？你不知道顾客不分三六九等吗？你这是在教育我们吗？你也不三八六放纵自己，像你这种乡巴佬也配当我们的顾客？你瞧瞧你，再看看他，穿的还不如一条狗。我们虽然穿的朴实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的人格。平时做人做事都是与狗相比的吗？拉开你的双手，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。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你一辈子都赔不起。虽然你们身穿名牌，但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良心？良心值几个钱啊？啊？你有良心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连一个杯子你都赔不起。要我的话，我宁愿不要什么良心。这年头，我算是看透了，希望你们不要。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打了我的人，弄坏了我的杯子，耽误了老子的时间，一共赔我五万块。五万？十万？十万？二十万？既然你如此做事，那我就没必要。所以说，错了，出来看看你觉得这个还不错的人，一边拉进去。你他妈是怎么做饭的？飞哥，我是要打你打的我。我说周老弟，好歹我们相识一场，这么说话过分了吗？过分？我能跟你讲话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周老弟，想为这乡巴佬出头啊？
爸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不会说话就给他去闭嘴。姓张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说过分？行，我今天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当个破娃还能上得去？这事儿就算完了。那个，你在这里给我装什么装？真把自己当个残酷了？臭大爷！小子，为了一个破宝啊，至于吗？你给我闭嘴吧！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就敢如此的放肆？他就是我们同心集团董事长。你们集团？你们他妈哪个集团啊？好、啊。不管今天他是谁，姓张的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马上就给你惩罚，给老子道歉！给老子闭嘴！不会说话就给老子少说两句。行，想给他撑腰是吧？告诉你，今天这一巴掌没有五十万，谁他妈也没要交出这个大门！去给韩霸天说。把大门给我看住了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谁他妈也别想走。韩大飞哥，站住！我看你们真的是要钱不要命。行了，别跟他扯这些没用的了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不知道把你这个酒店砸了，得花多少？周秘书，通知财务部给我送500万现金过来。今天我要砸了他这个酒店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哼，砸我的店？我见过装有钱的，我没见过你这么能装的。你今天要是能拿出500万，就算你把我这个店给砸了，我也认了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哈哈哈哈！我告诉你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。喂，准备500万现金到金州集团喜来乐酒店，顺便联系保安部带几个人过来，让在这里被人欺负了。对，你现在马上安排人过来。董事长，你们两个给我把这里看好了，没有我的允许谁都能走。好了，小姐。那个门我已经让你收好了。好，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叫了人呢？真他妈以为老子时间不要钱呢？他妈在这里废什么话，乖乖给老子等着就行。哎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们是病猫啊？你以为我们不敢动你？动我？你们可以试试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不是两只病猫，你们是两只死狗。死狗？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死狗。去把人给我叫来，今天为了他们。好，你们两个给我进来。好了，你那个人我带过来了。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去放他，我看你们今天谁敢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老子闭嘴！乡巴佬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就连你董事长都在记我三分，你先……钱带来了吗？带过来了。放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放开我！老子放开我！老子放开我！你给我闭嘴！你飞哥！你不叫你给我闭嘴！老干啥？让你看，老子先松手吧！松手！
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忍耐着呢，可你不知悔改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曾秘书，副市长，把钱给他，动手！查你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还我们董事长让你三分，算什么东西？好，我发誓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你这么不听人命吗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没事吧，董事长？你要脸，让我废了他！好的，飞哥。自己打开看看吧。我吓唬谁呀？啊！这里是500万，还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吗？记得。你们几个给我砸！哎，陈兄弟，陈兄弟，刚才是我做的不对，别砸呀！刚才看见你张手，谁是你兄弟？是，刚才是我做的不好。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是啊，你看，你让兄弟们先出去休息休息，咱们单独聊聊。啊，周秘书，让兄弟们出去休息休息。你们几个都出去吧。是。啊，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吧。确实是我不对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这都是给你和董事长赔不是啊。这就是你要说的，你看我们董事长像缺钱的人吗？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行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今天这店我砸定了。你们是不是太看得起你们了？动我们也就算了，还敢砸我们的店？你们俩还是先去了解了解我们酒店的背景，再来说这些话吧。背景？什么背景？金州集团的附属产业吧。哼，知道就好。我劝你们拿着这10万块钱，赶紧走吧。笑什么？我看你真是个井底之蛙，没见过世面。我看你是不知道我们金州集团的实力吧？听我的，赶紧拿着钱给我走！等我们集团的人来了，别说砸酒店，你们道歉都找不到地方。要我们赔你道歉，真是可笑！周秘书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把人给我叫进来，把店给我砸了！你还真要砸呀？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。你配吗？姓张的，你真的不留余地吗？你要再这么不依不饶，我只有叫我们董事长来处理这件事儿了。叫你们董事长来也没有用，像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，就算你们董事长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砸不过。你既然知道我们金州集团还在这里说大话，也不怕风大闪着舌头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500万。在我们董事长面前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金州集团是吧？没错。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哼，
我看你们俩这戏演得挺全套呀，快儿我们董事长来了，我看你们怎么玩。是不是演戏？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？喂，林总，我们董事长在你们在店里吃饭，遇到点状况，过来一下。哟，电话还打上了，我看你是演戏演上瘾了吧？是不是演戏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锦州的，赶紧劝劝这小子，别一会儿下不来台就难看了。那就等一下吧，想看看是你的嘴巴硬，还是我们董事长的面子硬。好了，朱秘书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就别演了，待会儿董事长来了，我看你们什么。我今天还治不了你了是吧？治我们？我看你们是看我们董事长没来，过过嘴瘾罢了。还想治我们？你是哪根葱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今天管不住自己嘴了是吧？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垃圾说话了？老刘进来。哎，部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还怎么回事？啊，部长，这来了两个人，过来闹事儿，还带了500块现金，说要砸了我们的店。您说，这不就是不把您和荆州集团放在眼里吗？说他要砸我们的店。哇，就对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您这是？我这边也是董事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手下的人不懂规矩，您别见怪。见怪，我可没这么的。董事长，这是？同心集团知道吧？这位就是同心集团的董事长。啊？对对对，您当然不是小人过，您就饶了我们吧。滚一边去，别在这里动手动脚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让我原谅你？现在说是老同学，刚才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对对对，我们确实不是个东西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你就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吧。对对对，我们确实不是，您就原谅我们吧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还记得刚才我说过什么话吗？就算你们谭总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砸不误。周总，您消消气。你们两个瞎眼的狗东西，今后把你们的狗眼擦亮点。谭总，照你这么说，今天要是其他人来，这亏是不是就吃定了？不不，周秘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误会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么对待顾客，我真怀疑你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是是是，周总，您说的是，今天这个事都是我们的错，您给我老谭一个面子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给你面子，那今天我的面子谁来给？谭总，我劝你还是了解一下他们今天做了什么吧。你们两个今天到底做了什么？倒是说话呀！谭总，还是我来说吧。今天我们董事长到你们店里吃饭，不小心打碎了你们一个杯子，这两个家伙要我们赔50万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你们两个可以啊，董事长。够了，我没时间在这里看你教训你的手下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有眼看人低，你们让我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。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。还有，做人要低调，我今天给过你们很多机会，可是你们不知道珍惜。周总，对不起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够了，我说过，就算你们董事长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砸不误。周秘书，
兄弟们给我叫进来。今天这个店我砸定了，像你们这些败坏社会风气，我要是砸，对不起我的良心。周总，求你了，给我老爷一个面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今天谁的面子这么好使？陈秘书，给我砸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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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章，要不你先到外面去等着。老同学，哎，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别走啊，不能砸呀，老同学，老同学。啊！我不要你这的老同学。今天这个事情就当是给你们个教训。王总，是。